早一只狗狗跑到结冰的河中间玩耍，结果回不来了。狗那会儿就是遇到电冰上，也可能气温也低，给那狗腿和狗尾巴冻那儿，疼得嗷嗷直叫。看来是一脚踩冰窟窿里了，幸亏救援人员及时赶到，刨开了冰面，狗狗才重获自由。这就是小狗冰面玩耍，后腿被冻麻爪，幸得及时营救，才能重获自由。